林尚京，对不起，哎，林尚京，对不起啊，那你我拿刨鞋拍到你，对不起啊，我侮辱你 ，sorry。怎么？走了啊？是啊。去哪里哟？报警咯。不包不可以吗？不包，你把我去偷啊？喂，回来又怎么？我把你出头啦！有本事就不要讲 sorry 啦，手嗨！想好要帮我出头了，结果又删掉影片，还跟他讲 sorry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分享。过10000个订阅呢，我们就会随机抽一位粉丝，把礼物亲自送去你的家。所以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拜拜！有本事就不要讲 sorry 啦，手嗨！我们要拍马来西亚人小时候一点玩过的10种童年游戏。前面有林尚京了，要看林尚京的走开。Round one battle， 来我先。厉害！OK。零，什么？啊，走！